自从人类出现以来，长寿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和追求。因此，中国古代的皇室宫廷中，应运而生了很多延年益寿的秘方，龟苓集就是其中的翘楚了。嘉靖皇帝吃了这个药之后，连续生了八个仔和五个女，而且在历史上能够活过六十岁的皇帝都不多，嘉靖就是其中之一了。嘉靖皇帝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八世孙，十六岁登基以来，直至到29岁，仲未有子嗣，于是群臣为了献宝，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其中脱颖而出的要数方士邵允杰同埋山西药工陶仲文，他哋发现了一个名为老君益寿散的药方。老君益寿散原来就跟道教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老君指的就是道教的创始人老子。道教一直都以延年益寿、羽化成仙为他们终极的目的。所以在古代，很多道士、术士、方士，他们都会是终生炼丹作为他们修炼的途径。老君益寿散就在东晋时期的道医葛洪所发明的。邵允杰和陶仲文结合了很多古代医书，在老君益寿散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对药材加以增删，制成了仙药献给嘉靖皇帝。至今山西民间都仍然流传着陶仲文向皇帝献药的故事。当年嘉靖皇帝食此仙丹之后精神焕发，跌生子嗣，于是龙颜大悦，取名为龟苓集。龟不是下种茶色嘛，而且龟呢，它的任脉和督脉是相连的，他认为说龟的年龄是最长的。龟苓集是中国四大宝物配方之一，在现代知道它配方秘密和炮制方法的人为数不多，这位杨巨辉老人就是其中之一了。医同埋道咧，有咗不可分割嘅联系嚟噶。比如话，我哋中医当中有非常著名嘅中医大师，华佗啦，宋思邈啦，同埋葛洪啦，呢啲咧全部都系精通中国道教文化嘅大师嚟噶。仲有咧，道家咧嗰啲养生术同埋内服嗰啲仙丹咧，都同中医有咗不可分割嘅联系。佢哋发明咗嗰啲五禽丝。同埋嗰啲太极拳咧，都系为咗追求长生不老、养生嘅非常好嘅方法。龟苓集祖方体现出道教之中嘅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嘅整体观念，包括药材有天上飞嘅，例如蜻蜓；水入面游嘅，例如海龙、海马；地上面跑嘅，例如鹿茸。集东西南北中28种天然名贵药材于一体。这个处方里面的配伍都很讲究的了。是的，龟苓集之中的这个人参、鹿茸可以拿来大补元气和固肾填精的作用的。还有这个熟地、补骨脂、稻仲可以温补肝肾的。还有淫羊藿、海龙、海马这些补肾壮阳的，还有丁香、砂仁、穿山甲行气活血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处方的组成可以达到补肾固本的作用的。除了选材之外，众多药材的有效成分提炼亦都是龟苓集的奥秘之一。掘地三尺，他要把它挖开，把这个火火土成毒马挖掉，选原始的生土，生土把药埋进去，埋进去埋24个小时。露水怎么了？就是要星星满天，将这个露水要下打。天气非常好的话呢，要日晒。经过一番日晒夜露，深埋几十个昼夜之后，药材就要入炉烧制。在古代，这种提炼方法叫做炼丹。龟苓集最初都是用这些炼丹炉去烧制而成的。
嗱咁啊喺冲虚古观后面呢一座自穿丹灶咧，据讲当年郭洪啊都用过佢嚟炼丹噶。生于东晋时期嘅郭洪系中国四大炼丹嘅方士之一，佢唔单止通晓医术，仲会占星看卦、炼制仙丹，同时亦都系一位著名嘅养生家。前面提到嘅明朝方士邵云杰同陶仲敏就是学习郭洪嘅老君益寿散同炼丹方法，烧制炼成龟苓集嘅。响今日嘅科技发达嘅时代，炼丹炉颇有神话色彩，但系龟苓集嘅炼制却仍然保持住古老、传统而神秘嘅一面。响山西中药厂工作多年嘅杨老曾经放弃过炉鼎升炼嘅环节，但系发觉药效大不如前。他认为炼丹炉入面独有金属化学成分中和了众多药材的特性，令到药效得以发挥，是现代医药器皿所不能及的。除此之外，龟苓集的炼成经过煮、蒸、拌、爆等99度复杂的工序，直至到今日亦都是一步都不能少的。龟苓集呢个药方咧，佢具有保气健脑、固肾壮阳嘅功效嘅，佢能够提高人体嘅免疫功能啦、抗疲劳啦、促进新陈代谢啦，同埋提高呢个人体嘅活力嘅功效嘅。嗱，呢个药方里边嘅药咧，听落嚟咧都系壮阳补肾嘅，系咪只适宜男性用嘅咧？其实龟苓集呢个药咧，佢系适合于肾阳亏虚嘅人嚟用嘅。咁肾阳亏虚咧，好多时系由于先天嘅不足啦、久病不愈啦，或者防劳伤肾引起嘅。咁佢表现症状咧就系容易疲劳啊、阳痿啊、遗精啊、头晕啊、耳鸣啊等等呢啲症状嘅。如果女性属于肾阳不足嘅人咧，佢表现系月经不调啦、经行呢个腹泻啦，同埋宫寒不孕啊等等呢啲症状嗰时咧，佢就可以服用嘅。服用龟苓集嘅时候，要忌生冷、刺激性嘅食物，伤风感冒嘅时候或者孕妇都不可服用嘅。龟苓集呢个药咧，对于嗰啲肾阳虚嘅病人咧，系一个非常好嘅处方嚟噶。但系咧，如果系临床表现为口苦口干啦、五心烦意啦、潮而盗汗啦，或者系蛇红小苔呢啲肾阳虚为主嘅病人咧，就唔适宜食用啦。龟苓集令到嘉靖皇帝跌生子嗣，同时都令到邵云杰同埋陶仲文享尽荣华富贵。不过可悲嘅就系嘉靖皇帝死后，苦苦等待多年嘅隆庆帝继位，佢将漫长嘅等待都归罪于龟苓集，于是下令砍杀所有同龟苓集有关嘅人。陶仲文为咗逃命，只好翻山西老家，逃生之余。都不忘将龟苓集嘅秘方由宫中偷出，带翻山西。陶仲文翻乡之后，开始自己炼制龟苓集，并且作为佳品馈赠俾亲友。龟苓集就喺山西流传开嚟啦。距离陶仲文老家不远嘅平遥县城，明朝嘅时代系非常繁荣嘅市集，响呢度更加流传十街九龟苓嘅说法。一剂龟苓集。令到山西嘅药材生意火爆起嚟。喺清朝初年啊，平遥城入边有多做药材嘅生意人。起初佢哋系以卖当地药材为主，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加上平遥城入边啊越嚟越多富商，对身体啊越嚟越讲究，咁自然对药材嘅需求越嚟越多啦。所以药材铺嘅生意就越做越好啦。随住山西药材生意规模逐渐扩大。龟苓集亦都为全国乃至邻国嘅人们所用。1900年，南洋一带就流行一种叫做吉达瘟嘅瘟疫，死伤数以千计。广如县就将龟苓集销往瘟疫地区，患者服用之后逐渐好起嚟。龟苓集随之美名远扬，先后喺香港同埋澳门分别设立咗分号，专门售卖龟苓集啦。吉达瘟咧系一种传染病，佢嘅发生咧同正气不足、人体嘅免疫力下降有咗直接嘅联系。而龟苓集咧可以长生固品，提高人体嘅免疫功能，因此上咧系病症浓子嘅基础上，加埋服用嗰啲龟苓集咧就可以起到好好嘅疗效。
龟苓集流传喺寻常百姓之中，但系喺几百年之后，又重新回到清朝宫廷之中，成为咗乾隆皇帝嘅御用养生药方。究竟发生咩事呢？而喺乾隆年间，后宫嫔妃专门服用嘅定坤丹有咩奥妙呢？下一节为你揭开谜底。中国历代皇帝最长寿的要数清朝的乾隆皇帝，他89岁高龄，经历了四个朝代，享尽天伦之乐。之所以长寿，据说都是托龟苓集的福。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皇帝曾经询问宫中有没有龟苓集，当他得知宫中只有配方的时候，就下指令制造龟苓集。除了制造龟苓集之外，他都根据龟苓集的药方配制了龟苓酒，对龟苓酒更加是推崇有加，不单止自己坚持饮服，还经常用来刺赏亲信大臣以示恩宠。乾隆经常服龟苓集，经常饮龟苓酒，身体越发强健，对中医的治病养生之道也都更加重视。正在这个时候，大清疆域的东边却出现了异样的声音。清朝入关之后，朝鲜和日本都牙刷刷地说，他说东方的医学中心已经是外移了，不再在中国了，中国的医学水平已经是降低了。乾隆皇当然就不肯背负这样的名声，于是他就召集全国各地的名医，用了30年的时间就编写了一本是中医的百科全书《医宗金鉴》。而在当时，后宫众多嫔妃都受到妇科疾病困扰，影响皇室后代繁衍。于是乾隆下令将后宫嫔妃之政作为一个重中之重的研究内容。清朝的规定啊，这个宫女是15岁进宫，25岁才能出宫的。这个正是女娃娃的花茎时代正在发育的时代。在家里的父母娇惯，到了宫廷的伺候别人啊，精神压抑，由于养育呢，他要杀肝，肝就不能插许，就要出现妇科毛病了。出现妇科毛病不是生育上就有问题吗？举全国名医之力，最终研制出一个妇科良方，后宫嫔妃服用之后屡治屡效。陆续为乾隆皇帝生了27个子女，乾隆大悦，说此方有安定坤富的意义，因此取名定坤丹。定坤丹里头，他过去有人参、鹿茸、红花、三七，大部分是活血化瘀的和偏肝利气的，特别对妇科。的不孕症有特殊的功效。由中医睇嚟，女性不育除了先天禀赋不足之外，亦都因为后天人体自身出现肾虚、肝郁、痰湿、血瘀的情况。中医认为呢，肾主藏精，如果呢人肾气虚弱的话呢，就精气不足，所以呢肾虚是导致不孕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有呢，女同志咧，中医认为系肝位先天嘅。如果系精神压力过大，长期嗰啲不良嘅刺激咧，好容易引起女同志咧肝系郁结。肝系郁结之后咧，都可以导致不孕噶。仲有一种原因比较常见的咧，就系嗰个痰湿啦。如果脾胃虚弱，或者系正是嗰啲肥甘厚胃，我哋中医认为咧，内生嘅痰湿咧可以阻塞嗰啲子宫。咁嘅话都可以引起不孕嘅。当然啦，如果呢个女子咧气血虚弱，又加埋咧嗰啲输液嘅用情不畅通，引起血瘀咧，都可以导致不孕噶。古人有话：妇人无子，皆因经水不调。因此求子之法，莫先调经。
在定坤丹29种药材之中，多数都是当归、红花、鸡血藤等等活血补血的药材。定坤丹的疗效之好，出乎于乾隆皇帝所料，于是将定坤丹定为宫廷秘方，严禁泄露，连医学大典《医宗金鉴》都未记载。但是定坤丹后来又流传到民间，直至到今日成为著名的妇科良药。咁究竟当中有住咩故事呢？呢度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山西人，乾隆时期的监察御史孙廷魁，祖籍山西。他的母亲多年来都受到妇科病困扰，孝顺的孙廷魁贿赂御医，秘密抄出了定坤丹的秘方，攞翻山西为母亲治病。过去叫啥呢？穷不离药铺啊，穷不离大铺啊，富不离药铺啊。越穷我就离不开大铺了，我要打大。富了就要有药铺啊。所以他自己家庭有药铺。孙廷魁将定坤丹的秘方放在自家的宝源堂药铺入面，为孙家上下400多人口用。定坤丹由此流入民间，亦都成为了山西又一大著名药方。几百年间，享誉海内外，历久不衰。定坤丹的处方组成之中咧，含有呢个补气健脾养血、活血行气、滋补肾阴的药物成分嘅，咁所以用于治疗妇女身体虚弱、气血瘀滞引起的呢个痛经啦。月经不调啦，大厦崩漏啦，不适饮食啦，同埋呢个更年期综合征嘅治疗不应咧，除咗食药之外咧，我哋都有保持一个好好嘅生情啊。最主要咧，要注意经期卫生，防治感染，就系要保持一个比较和谐嘅性生活。咁嘅话咧，先至可以受应嘅。近年嚟，大量嘅临床证实。定坤丹并非女性专用，通过不同的服用方法，定坤丹对治疗男性阳痿、早泄、不育同埋前列腺肥大等等嘅症状都有疗效。对于肾阳虚嘅病人，我哋中药除咗温补肾阳嘅治疗以外，我哋要形成一个健康嘅饮食习惯同埋生活习惯嘅。咁样从中医嘅五色嚟讲咧，系黑色系日肾经嘅，咁所以咧平时我饮食之中咧，我哋应该多食啲黑色嘅食物啦，比如话黑米啊、黑豆啊、黑枣啊、呢个黑木耳啊，同埋桑葚之类嘅。陆药师啊，我哋广东人咧就好中意煲汤咧作为呢个保健啦。咁好多人咧腰腿痛咧都会识得煲六根汤喎。咁但系原来市面上咧好多六根咧都系假嘅，而且价钱都好贵，咁买到假嘅就好惨啦。咁点样分辨咧真假嘅六根呢？六根咧入药咧就两个品种，都系用六科，一个系梅花鹿，一个马鹿。正品六根同伪品六根嘅主要区别有两点，第一点就系个指骨。第二點咧就係一個條主筋，正品有四塊指骨，咁中間兩塊指骨咧個長同寬嘅比例就係2:1。兩邊一四指骨嘅比例咧就係長寬比例1.5:1。因為呢條有三條主筋，佢旁邊咧有個筋膜包住嘅。如果買翻去嘅時候咧，你要係翻屋企撕開，就會睇到背面呢條主筋係圓形嘅。咁呢個係正品。如果是假的咧，通常系攞啲咩嚟冒充咧？假的通常系用牛筋或者系羊筋。牛筋嘅话啊，睇下个指骨四块都系四块指骨，咁两边嘅指骨嘅比例咧，长宽比咧就1:1，中间两粒指骨嘅比例咧，最多去到1.5:1。咁另外咧，如果系买咗假嘅牛筋翻去，你系撕开呢条筋膜。呢度咧就銀錢嘅圓形嘅，整個方形。哦，即係淨係六根咧，喺呢度咧就呈一個圓形嘅。係啊，嗰條柱。哦，其他嘅根咧都係方形噶啦。係啊。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區別嚟嘅。係啊。咁啊，大家識咧點樣揀啦嚇？佛祖響普度眾生嘅時候，不忘俾人間一劑補心藥，名為天王補心丹。
时至今日，天王保心丹是治疗咩病嘅呢？天王保心丹之中的孙祖仁和阮智两位药材当数大将，而孙祖仁和阮智又点样挽救清宫无数太监宫女的性命呢？究竟发生咩事呢？两者有咩关系呢？下一集方祖寻缘就带你认识传说之中佛祖赐俾人间的保心药。中医所讲的脾炎和西方所指的淋巴器官，而是消化器官，即是将食物转化成为营养，再转化成为人体所需的气血。如果脾脏健康，气血充足的话，就会精神饱满，相反就会经常感到疲倦和四肢乏力，所以中医对于调理脾胃十分注重的。